回家了，回家吃饭了呀！我这样提的有点像回家过年了，你这个棉袄最像回家过年，辛苦大家了。那两个人是谁啊？啊，叔叔好，梦洁。哎呀，我老爸。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好好好。姐 ，say hi， 给，有点重啊。没事。你帮他们去哪一家？ 宝宝，哎，别害羞，这里近吗？哎呀，哇，真的好香啊！阿姨好，你们好，阿姨好，你们好，阿姨好。 闻到了麻辣的味道，来，坐这里来。哇，闻到了香味儿。火箭养猪场，欢迎你。<笑>又要吃了，我们真的是绝了。陆三辛苦了啊，陆三。Hello，你好。哎，我看到那个梦洁他们回来，我都特别的激动，心里好像很紧张。特地因为大家来，所以去租了一个地方的。<笑> 好，他上次回来也是很久之前了，回家的次数也少了，想他是一定的。看到你们这些，我高兴啊！我们也很开心，开心开心。我知道了，你跟谁一样，你跟隐瞒一模一样。<笑>我是我妈生的，肯定一模一样。<笑>不管是个性还是穿搭，都一样。<笑> 真的吗？你应该把你昨天穿的那双靴子穿上。对。那我们先送礼吧。好的。阿姨，我们准备的礼物，叔叔阿姨，这个是广东的老婆饼。嗯。你又是老婆饼啊？对呀。我的不一样，就是听彩虹说，就是彩虹的妈妈很会做饭，做很好吃，所以我就带了湖南的特色，就是。 对，腊肉，谢谢。这给阿姨的，这是泰国的芒果干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们家乡的那个特产红茶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子宁给就是阿叔准备的礼物，但是他因为身体，所以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没有来。然后他下次有机会再来。这是什么？阿姨，这个是海南的一个小特产，就当做个小礼物。谢谢。阿姨，这个是麻花。阿姨，这是鲜花饼，也是那个地方特产。 阿姨，然后这个是泰国的香薰，可以放在家里香香的。好，香香的。<笑>阿姨，因为我是四川人，然后我就给阿姨带了火锅底料，谢谢。对，可能有一点辣。好，大家都送给了你礼物，我也有礼物。
我的礼物就是我自己。给我边上这盒斯凯奇大礼盒。因为你不是平时会去那个运动嘛，然后我准备了斯凯奇的卫衣跟健步鞋。当当，运动跳舞的时候就穿这个。咱们买个叫改两码，只要改35码。还有这个卫衣，这个是你的，这应该是弟弟的。好，这是老爸的。好，可以啦，好看不？好，来，真秀啊，卢姐姐卢哈秀。我妈说哥哥都很瘦，瘦啊。嗯，妈妈刚才说希望我们都胖一点，然后希望你也胖一点。哎，肉肉的是不是？就是现在我们先收拾一下东西，大家休息一下下，然后我妈就去做饭。做饭了。嗯，好，好，有妈的孩子想个宝。我要看厨房，好丰盛啊！哇，好棒哦！好漂亮啊！真是的。哎，谢谢。有需要帮忙的吗？不用，马上好吃，马上好吃。有什么要帮忙的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吧，两位贤惠的女人。许梦洁那么会做菜，妈妈肯定更会做。没有，我做菜我都没有一次给他们吃过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家，他们都不让我动手，他就觉得我不 OK。没有啊，妈妈这么会做菜，怎么会让你动手啊？回家爸妈根本就不会让动手。对，觉得你们都是小 case 啊，你们就坐下坐着，别动别动，别碍我事儿就够了。我觉得我是个大师，这样台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你真的会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家就有一台。你真的会啊？我妈买回来让我就是让我贤惠一点，不要这么像男孩子一样。哦，我哟，我怎么会拍？还打你？他俩真的是戏精人。妹妹她好厉害。戏精number one number two， 肯定。哇，这种炒菜的声音就是家里面的感觉，滋滋喳喳的。你在这站着干啥？你不给他吃？哎呀，会做饭不？你不会哈？嗯嗯，他们妹妹会煮吗？但还是会做的，对，简单的还是会做。